可是我好晕。是迷香，屏住呼吸。屏不住了。那你求我呀，我毒气给你。 来人，拖出去！我来的时候就发现有人跟着我们。这到底是什么黑点？他们应该是怀王的旧部。我杀了他们的怀王公主，他们应该是来复仇的。 只能怪将军自己臭名昭著，为了揽权夺势不择手段，自然是失道者寡助。你认为我做这一切是为了自己的金钱和权力？如果你不是为了权势，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穆王？穆王偷走的库银，我现在还没找到下落。你不知其中深浅，就不该置身其中。 你太自以为是了，我能保护好我自己。在权力斗争中，只有死去的人，才可以安枕无忧的生活，而活下来的人，只能选择替他们去面对。你干什么？ 最后一天了，在这一刻，你只是你，我也只是我。明日带你去个地方。父王，我叫人来帮你，不能让别人知道。 你要好好休息，慢慢来，一切都会好的。赵力士，对啊，要是能找到他，父王在府里面就会多一个强力的帮手。父王，我先扶你上床。 天下皆知，天下来贺。将军，你若现在回去，就是自投罗网。况且你身上的伤还没痊愈，我怎么能眼睁睁看他再加一次穆王？好儿婿也回来，我们再开宴。今夜注定是一场死局，云欢哥哥，千万别来！跳，跳！就是一场死局。我也要为你杀出重围。 出府后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下，义父请放心。只是他去的方向竟然是怀王府。无妨，我们瓮中捉鳖就是。既然无路可逃，那我也不做困兽之斗。一炷香的时间，你要是不回来，我就杀了他。 淮军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我现在回去找他，我不可能丢下他。夫人，将军下过死命令，若出现今日此情形，我必须带你离开，护你安全。别过来，过来我去掐死他！ 云焕哥哥，只要有同心骨在，你们就不可能成。我诅咒你们，永世不得所爱。不，不，妖女，云焕哥哥。 我们约好了，不管还剩下多少日子，我们谁都不能放弃。公主，赵产婆，公主受了，赵产婆，杀！